Welcome to another Mandarin Corner video. For more advanced students, you can watch this video without English subtitles at mandarincorner.org. To access our premium content, which includes downloads of all our videos, audio files, PDFs, and transcripts in different versions, such as with English, without English, Hanzi only, and with traditional characters, as well as being able to draw our content with flashcards, including our HSK sentences, survival Chinese sentences, and Chinese characters. Consider becoming a lifetime member with just a one-time donation. Links to donate are below. Mandarin Corner 的播客节目，我是 Eileen。Hello， 大家好，我是 Kirk。好久不见，你的头发又长长了。哎，好久不见，长了一年多，长长了。长了一年吗？嗯，差不多。我现在脱发很严重哦，不知道为什么，可能睡眠不足，然后有压力吧。我这头发多都是假的。哎，为什么？因为头发是卷的，所以它卷来卷去的话就看上去很密，实际上是很稀疏的。OK， 好，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其实在西方国家或者说在美国已经有很多人在讨论了啊，这个是源于一个英文的单词叫 simp。对，我听过这个词，好像就是说在男方追求女方的时候呢，过度呵护追随女性，甚至然后牺牲自尊啊尊严获取对方注意或认可嘛。然后中文来说我们叫它舔狗，舔狗的意思就是说你跟狗一样，就是那种对人有一种无条件的爱，不管对方怎么对你，你都是对他一样的好，一样的热情。我想问一下你自己是有没有过舔狗的行为？我个人来说我是没有当过舔狗，我从来都觉得自己的尊严很重要，我的自尊心是很强的一个人，我就是我再喜欢一个东西再喜欢一个人我也绝对不会去落下面子去舔别人，这不是我了。那你能不能举一些比较具体的例子来说明一下哪一些可以被考虑为舔狗行为？在我初中的时候，因为我们班有个女生挺漂亮的，然后呢有一个现在可以被称之为舔狗的男性吧，每天放学的时候我们会骑自行车回家，对吧？这个人呢他就骑车就默默地跟在那个他女神的后面，然后还有一些其他行为，他帮那个女生买早餐，但那个女生对他是非常冷淡的，完全不理他，但他就是这样跟着。说到这里你让我想起了一个例子，就是我身边我亲眼见证的，就是在我好年轻的时候，就是很早的时候，我之前认识一个女性朋友。你现在很老吗？现在好像有点，相比以前有点老嘛。嗯。那会儿我就有一个女性朋友，然后她约了一个男的出来，然后两个人举止还有点亲密。一开始我以为他们俩是男女朋友的关系，然后后面那个女的就一直试衣服，试了好几件，然后那个男的就一直掏钱买单，因为我说哇，她男朋友好好哦，就是一直给她买东西，然后结果那个男的走了之后。我那个朋友告诉我他不是他男朋友，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那个行为就是妥妥的舔狗行为，因为那个男的知道他不喜欢他的，那个女生长得很漂亮，然后那个男的就是长得不怎么样，可是他有钱啊，他可以一直帮女生买东西啊。对啊，所以那个女生就是利用他嘛，就是利用他的喜欢嘛。在之后如果他在感情上受挫了，他就觉得 OK 这个男生其实挺好的，他也许又会回去找他，而且这个男生可能也对此抱有一定希望，只要我一直努力一直舔的话，女生总有一天会就是眷顾我的。嗯，还有什么行为算是舔狗行为？我有看到一个更极端的，就是他会24小时发微信给那个女生，然后说你现在干嘛呀，你现在干嘛呀，你知道那些女性不会怎么回复他的，就是说啊，我现在洗澡啊或怎么样，又不是完全的不理他，总会跟回应他一两句，然后就让他看到希望，他就一直跪舔，就每天就对那个女生很好。有一天他知道那个女生和另外一个男生去酒店开房的时候，然后他就回了一个就说记得带保险套，
当然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是真是假，但是听上去真的像是一个非常极端非常典型的舔狗。真的会有这样的男的吗？有可能，在极端的情况下，如果你爱那个女生爱到发狂，那女生又不理你，你跟她发展关系是毫无希望的，你对自己极度没有自信的情况下，你就会这样低三下四，放弃尊严去做这些事情。嗯，其实这样的男性很有很多，哎，他就伪装成为就是朋友，他比如说他仰慕一个女性，然后他伪装成为他的朋友，他总是会去听那个女性跟他抱怨各种事情，对吧？比如说他在哪里受到了委屈的话，然后他就会去找那些舔狗，就是他会跟那些人讲很多心烦的事情，像倒垃圾去宣泄情绪，你知道吗？这是舔狗存在的其中的一个很好一个价值吧，我觉得。就是他们甘心当备胎，而且不会觉得有什么委屈的，因为他们可能很愿意，因为他当备胎的时候他可以跟那个女生靠得很近嘛，就是像你说的，他可以在他伤心的时候去安慰他。对，他甚至不是一个备胎，他像一个工具人一样。我不知道你明不明白这个词，就是说你这个人存在就像工具一样，去满足别人某一种需求，舔狗就是这个样子。你觉得为什么现在会有这么多男生是舔狗呢？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有一个男女比例失调的问题。嗯，我们现在都知道男性，中国男性比女性的数量多很多，那女性的数量很少了，你从市场的角度来分析，对不对？嗯，对不起，我不想物化女性， OK， 我们现在社会里面有太多太多男性，他找不到就是一个异性结婚或者其他什么目的，所以我们有这个相亲市场，就是那种家长嘛，他会把那些男生或者女性，大部分是男性了，当然把他的那个简历啊，比如说身高啦，然后职业啦，然后家境啦，所有东西你写进去，就像买卖一样的去寻找女性。就是你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要结婚是有多难，因为不是所有的男性他都是有魅力，都是帅哥，对吧？大部分人他只是普通的长相，普通的收入，然后从爱情上来说，所有人不管男性和女性，他都是憧憬我要去跟某些优秀的人，尤其是当你看了电视电影之后，你会憧憬一个很浪漫的爱情。很多女性就说我要找一个男性，身高要多少，1米8，然后收入要多少，一年30万，有车有房，没有贷款，最好还父母双亡，这些东西。啊，为什么父母双亡？父母双亡就已经可以避免了很多问题，因为我们很多是独生子女嘛，独生子女，然后你要供养你的父母，就是对方的父母的话，还有这会制造很多经济上的问题。第二就是你要去伺候两对父母的话，你会把你自己给烦死，你知道吗？你有很多问题，而且对方父母也会干涉你的生活，所以他要求父母双亡。但有点跑题了，我的意思就是说男女的比例失调真的让女性的价值越来越高，男性越来越卑微，这就是有很多舔狗都是男性的一个原因，我觉得。第二个原因就是很多中国男性是其实是很缺乏魅力的，尤其是直男啊。我感觉直男总是被人吐槽。其实我有很多女性朋友跟我讲啊，他们经常发一些网络上图片给我看，就是在一个公开的场合，有一群男生聚在一起，然后他们有一些爱好，或者是玩游戏的一些爱好者啊，或者是一个什么样同好会啊，他们就说，哎，你看一下中国男性都是这样的形象吗？就是你可以看到有一群胖子凸着肚腩，然后很油腻，然后戴着眼镜，然后每个人都很肥很胖，然后有些人20几岁就已经开始脱发了。女性觉得那样的男性他们没有办法去跟对方恋爱，那些人都不注重自己的形象，你比如说你去稍微的护肤一下呀，他们就觉得那种行为是很娘的行为。就是在中国这样的文化下面嘛，其实会更多的去强调男生一定要挣钱养家，就是这个责任是落在男生的身上的，所以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们背负着这样的责任，所以他们认为赚钱才是他们的首要任务，那个人魅力的话其实不是很重要，他们觉得这些都无所谓，只要我有钱我是可以找到合适的对象的。但是现在因为女生已经可以做到经济独立了，
包括我们之前做的剩女的采访，很多女生都说，如果我可以挣钱的话，那我要男的干嘛？就是他们在他们的定义里面，男生的作用就是挣钱养家。如果我可以有这个能力自己挣钱养家的话，我不需要男生，我不需要一个老公。我觉得你说的事情非常有道理，而且不仅仅是中国社会，全世界都是这个样子的。从我的观察来说，除了少数国家，大部分国家还是以男性来养家，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价值观，对吧？但是你说因为赚钱养家很重要，所以我就要努力赚钱，其他我都不关注，我可以大肚腩，我可以油腻， 我可以不打扮，我会怎么样， 我甚至不刷牙，但是女性还要爱我。我觉得首先你赚了多少钱，你有多少钱能够打动女性，让女性不关注你身上的各种行为？你是一个赚了几十亿吗？你是马斯克吗？马斯克有大肚腩哦。有几个男人赚的钱能让女性忽略他身上的缺陷都要跟他结婚，因为他实在是太有钱了，忽略他这个人可能 OK， 鼻子是歪的，或者说他很肥，或者怎么样，或者是秃头，你有几个男生能做到？我想问一下。所以我就是说嘛，因为男生做不到嘛，而且现在女生可以挣钱了，所以说男生他自己觉得他的经济能力即使跟男生跟女生是差不多的，或者说在他不能够像马斯克那样子那样有钱的情况下，他必须使用跪舔的方式来追这个女生。从我的观察来说哈，我认为你说的这个是很有道理的。现在因为整个社会整个世界都在进步嘛，对不对？我们现在跟100年前的女性完全不一样，我们女性也可以做很多事情，甚至跟男性一样去做一些比如说运动方面，中国女性的表现一直比中国男性要强很多。比如说足球女性是有过名次，好像有世界冠军，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但是男性甚至都没有进过世界杯。而且女性因为他们的教育得到改善，他们的整个社会地位提高嘛，所以很多女性她不仅仅是说她想找一些能力和家境比她更好的男性，她甚至说我为什么我不单身呢？我为什么要靠男性呢？他甚至有一些更高的要求了。我跟他说的那种直男，中国直男的那种形象已经完全不能满足他们了。你赚的钱没有别人多，你的知识没有别人多，你又没有魅力，你又长得不帅，你还秃头，你又不会打扮，你又不运动，像那样的一个男人要得到女性，他应该怎么做啊？唯一能做的就是跪舔。这个应该跟我们的文化也有关系，因为我觉得亚洲男性普遍来说会性格偏内向一点嘛，就是不太会去表达自己的想法的。但是在交往的这件事情上来说呢，通常都是男生需要主动嘛，那女生可以是被追的对象嘛。但是如果说他不主动的话，又没有这种就像你说的他有直男的气质，他又不太会说话，不太会讨女孩子欢心，也不太理解女性的话，他可能没有学习到其他的方法来吸引一个女性，他只能是用这种一直对你好的方式。对对，因为独生子女的问题，你没有一个兄弟姐妹的时候，你从哪里去学习跟人交往的技巧？然后学校禁止早恋，对吧？我们学校会抓的。哎，你们学校没有吗？就是以前就有比如说到了晚饭之后会有那种主任还是什么之类的老师拿着一个手电筒在校园内抓，就是有很亲密的男女坐在一起的话就可能会被抓去谈话。对，你们不能交往，不能说话，你怎么去发展你跟女性沟通的技巧？当你在读书学习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你学习能力最强的时候，你大部分的技巧技能还有你的爱好都是通过学校时间培养的，对吧？那个时候你就该学习怎么跟女性交往了，就怎么平等的跟他们交往，不卑不亢的跟他们交往，而不是说你出了社会突然之间你要去谈恋爱了，好像是一个任务一样。那你怎么去完成这个任务？当你完全不知道，你 clueless 的时候，你怎么去做这一件事情？我觉得这是造成舔狗问题的很大的一个原因。我女朋友之前在大学的时候就有男生去追她，她有跟我讲他们加了一些社交软件聊天软件的，然后他们也加了电话，但是他不敢去跟我女朋友说任何事情，或者说提任何事情。有些时候上课的时候他就坐在我女朋友旁边，但是他还是不敢说话，但是他总是会
默默的跟在后面，然后就是让人觉得莫名其妙，别人也看不起他。但是我在跟我女朋友交往的时候，我没有去追她，因为你用这个词追，你就是在后面跟着屁股后面，好像在跑步一样，对不对？嗯，我觉得追求是可以的，要用正确的方式追求。我没有去追求，我真的就一开始我连这个意图都没有。我们是在网上认识的，我们这一代有很多人都是这样交往的。我在跟对方接触的时候，我都没有把他第一时间当成是一个追求的对象，我仅仅是我想了解对方，因为你说的某一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觉得你好像是一个有趣的人，也许我们可以加深一点对互相的了解。然后我跟女朋友在我们没有确定关系之前，我们的聊天大部分都是我们的爱好，就是说看的电影啊，看的书啊，或者什么东西。但是如果当你不了解一个女性的话，你又想追求她的时候，哎，说直白一点，你是不是就想跟别人上床呀？你是不是就想跟她接吻呢？所以你才跑去跪舔。哦，包括我在那个论坛上经常看到一些直男的论坛，比如说你去那些运动论坛，虎扑，我就直接说吧，虎扑。然后他去了之后，他就跟别人抱怨说，我都为女神做了这么多事了，他都给我一个 list， 那个 list 上面有他帮那个女神买的东西，比如说有 Switch 游戏机、香奈儿的包包、耐克鞋，一大堆东西。他就列一个单出来，他就问网友说，我算是舔狗吗？我都帮他做了这么多了，他还不理我，为什么？然后他就这样去抱怨。我就想问一句，嘿，你喜欢的那个人，你真的了解他吗？你送他东西，人家没有拒绝，仅仅是因为你给他提供了一些物质好处而已，你都不了解他是什么样的人呀。就是女神这个称呼就是有问题的，如果你将这个人称为神的话，你已经把自己的地位放得很低了。所以是不是舔狗呢？我觉得肯定是呀。对对对对，王宝强你知道吗？我还做了一期节目呢。王宝强就是属于典型的一个舔狗，他其实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但是他经过机遇和努力吧，然后经过他自己的奋斗之后，他变得很有钱，对不对？然后他就可以追求到以前他都不敢想的女性，因为他农村出来，如果他没有这样的机遇的话，没有拍到那个张艺谋给他量身定做那个天下无贼的话，他不会成为明星，对吧？ OK， 当他成为了明星之后，他就可以去娶到原来是不可能碰到的那种女性，就是比他有知识有文化了。但是他们的婚姻没有长久，马蓉可能从来就没有喜欢过他这个人，当然他可能喜欢他的钱，他的名气带来的一切，可是他在精神方面他还是觉得很空虚的，他还是有需求的。然后王宝强又满足不了他，他就会寻找那种精神方面的需求。很多舔狗他实际上都还是真正的是有钱人，他才能去负担帮女性买很多东西的。你包括你经常在那些社交平台上你看到那些视频，很多男性开着豪车，对吧？我不管他是真是假，有可能是小剧本，他送很多花或者送很多礼物、名表、首饰给那个女性，然后当场跪下来让女性转头就走了。这就是很多男性他不了解女性的情感需要，他才会做这样的事情，多半发生在那个直男的身上，这就是我的观察。就是这些男的他真的都没有尊严吗？就是为什么他不可以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男性会一直当舔狗？是因为那些女性给了他机会啊，那些女性纵容他们这样做啊，就是他暗示说你可以继续这样，反正你也享受。当然这有点像玩火，因为他对你的爱太强烈了，最后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他荷尔蒙分泌很旺盛，他就是想得到你，他就是想跟你接吻或者其他的进一步的关系，所以他才来跪舔你，他需要一个结果。但是你老是这样跟他若近若离的话，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关系，他可能会做一些很极端的事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新闻，就是男性追求女性 OK，他一直跪舔，然后女性一直不理他，最后他就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他就去泼硫酸把对方毁容。这么吓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现象，就是现在男女对立的问题其实是非常严重的。有，在网上就有看到很多这样的言论。
是的，不仅是网上，在现实中也有很多。我觉得这就是舔狗的愤怒，你知道吗？啊，为什就么是是，舔狗的愤怒？因为他们不管怎么舔，女性都不理他们，然后他们又赚不到很多钱去完全满足女性物质方面的需求，以至于女性可以忽略他们在魅力上的缺乏，然后他们就变得很愤怒，然后就说女的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但是，就是男生，在对一个女生好很好的时候，我觉得女生是有责任很清楚的告诉对方，如果他不喜欢她的话，而不是任由这个男生对她好。你如果真的不喜欢一个人，你就不应该接受他的金钱或者是礼物，甚至是他对你好一点，你都应该要划清这个界限。除非你真的觉得有发展的空间，给他机会，那我觉得这是可以的。但如果你一开始就是在利用他的话，那我觉得这是不公平的。从我的观察来讲哦，女性有很多男性舔狗的话，大部分的这样的女性她都会选择去接纳这个舔狗。当然不是说 OK，我现在跟你结婚，或者说你当我男朋友吧，不是这样的关系。他们更愿意去维持这种舔狗的存在，可能他的舔狗，不止一两个。自我感觉会很良好嘛，如果有很多人追他的话，对吧？绝对的，绝对的。然后也许一开始他会觉得有一些良心的不安，但是再过一段时间之后，他就会发现，OK，我可以从中获得很多各种各样的利益，不管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在这个时候，他的道德感就其实没有那么强了。你现在有一种道德感，你认为你有义务去通知让那些男性明白，是因为你没有站在那个女神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有没有这个可能？好，可能是。当有很多男性追求你的话，你的脑袋可能发热了，你已经不理什么道德不道德的问题了。你不管你怎么样对他们，他们还是对你一样的好，你为什么？你就放松了，你就觉得 OK，也许我可以这样。我观察到的是，很多女性她很享受这样的关系的，谁不喜欢被人爱的感觉啊？你甚至还可以跟你的女性的同伴炫耀，你的朋友炫耀，说：“哎，你看，你看，我有多少舔狗。”我觉得女性来说，在情感方面比男性就成熟的早得多了。很多女生从我的角度看来，我觉得他们是操纵感情的大师，男性就很笨很蠢的。尤其是那种直男，你知道吗？他们平时除了跟他们自己的一群男人在一起啊，他们自己交流之外，他们从来不知道如何跟女性去交流的，所以他们很容易就是被女性玩弄。当你去不知道怎么对别人好的时候，你做出一些跪舔行为，或者是帮他买东西啊，或者是在情感上变成一个垃圾桶，让他宣泄情绪，他就觉得女神会认为他是。有这些功能，他觉得很自豪，他不知道那个没有自尊是什么感觉，他觉得那些东西都无所谓，只要我能得到关注，只要我能得到就是对方的青睐，我就可以去做这些事情。还有他们有一个逻辑是这样子，他认为我对别人好，别人就会对我好，如果他对我不好，一定是我做的不够好。你没有发现这种舔狗的行为？就比如说，我女朋友要求我秒回，或者是我很听我女朋友的话，这个很多男的会说出来，而且会非常自豪的说出来。就是这个，你没发现这个行为它是被社会所接受的吗？实际上，我觉得爱的表达不是你就盲从的去听对方，觉得这样的关系是非常不健康的。我觉得就是你跟你喜欢的人保持一定距离比较好。一开始的话啊，你不用说，你要不断的付出，做一些跪舔的行为，反而会被人反感。即使别人对你有一些好感，但是当你放下尊严，低三下四的时候，别人就不会喜欢你了。我是这样认为的。没有人会喜欢一个不要尊严、不要脸的人。对，我觉得女生的话，大部分还是会希望男生会有那个比较 man 的一面，对吧？你不希望他每天低三下四的，就像一个奴才一样的跟在你后面，我觉得这样子他没有办法对你产生任何的崇拜之感，对吧？一个人女生如果要喜欢一个男生，她至少会有那么一点点我敬佩你，或者是我崇拜你。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角度就是。你能不能为女性提供一些情感上的帮助？你的音乐鉴赏能力，你们会不会喜欢同一个电影？会不会看同一个作家写的书？就这样的一个，
那个一个情感的价值你能做到吗？如果你这些你都不能做到的话，你还能通过什么方式去打动女性？我不知道中国的直男会想到什么方法，可能很多人恨我会这样说，直男就真的只有一个办法，我就是跪舔，我恨不得跪下来。极端的情况真的会有人跪下来去舔人家的脚趾，还真的有人爱好这个。哦，爱好就另说了。OK OK。所以我觉得很多舔狗是追不到的，就追不到他们心仪的女生。追得到啊，等那个女神，你可能是女神的一二三四五号备胎，当女神就是她到了一定年龄，她的对于浪漫的幻想幻灭了之后，然后一二三四号备胎都因为各种原因消失了，那你就是第五个备胎，她会来找你的，有这种情况哦。是吗？好吧，不然为什么叫备胎？就是因为其他的车胎都爆掉了不行了，所以他才来找你。你是备胎，你还是可以用的。我们下面来总结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舔狗，就是在中国。前面我们有讲到男女失调的原因，然后有讲到男生不太懂得女生的需求，然后男生不太懂得如何与女生相处，还有什么原因？哦，缺乏个性魅力。我觉得你总结得很好，但我就想说一下这个舔狗这个行为啊，我根据我的观察，我觉得舔狗的行为是越来越少的，因为现在是网络时代，大家可以分享经验，就像刚才你说的，你觉得舔狗很少能成功，没错，是个小概率的事情，因为你投入那么多情感，投入那么多金钱，你得不到任何结果，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那还不如不去浪费时间做这个事情呢。我就承认我自己是没有什么价值，没有什么魅力，也没有钱，我就这样躺平就好了嘛。你可以通过很多方法去分散你的注意力，把你注意力放在其他的事情上面。你甚至说你看一部电影，你看一些书，或者听音乐，或者玩游戏，你都能填补你情感方面的需要。所以我认为啊，舔狗是越来越少了。不一定，如果说舔狗知道自己舔的有多么的低自尊，他就不会去舔了。就是他一个人在处于这种无知的状态，他才会去做这样的行为，所以做的人都是不知道自己在做的。好吧，那至于这个舔狗到底是越来越多呢，还是越来越少呢，我们只能后期再来观察。那我也想问一下，在你们国家有没有舔狗的行为？如果有的话，通常是什么样的？可以在下面留言描述一下。那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就请点赞、转发并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就下期再见，拜拜，拜拜 Kirk。拜拜，拜拜，再见。